小朋友们，你好，你们好吗？老师好，好，今天我们的作业是什么？是汉字，什么汉字哦？是口。你看的红红是什么？是口。然后白呀，白色是什么呢？是牙齿，牙齿。我的牙齿，我的口。口，OK，是红的，是口，然后呢，今天我们学习描一描，写一写的口。好的，请小朋友们看老师什么写口，好吧？好，第一星期我们写树，OK，树，好了吗？树，然后呢？横折，横折，横折，然后呢，最后是横，横，是什么读？口啊，小朋友们跟老师一起读，口，口。好的，然后呢，请同学们写一写，描一描，交我们的作业，OK？好的，老师希望你们一起做，OK？好的，谢谢。